大家好，这里是戴氏风采。小戴今天在32强赛登场了，这场比赛小戴已直落2胜出。小编为大家挑选出了单场最佳好球，一起来看看吧。这球小戴发球，莱恩接发球直接推向后场底角。这球小戴有点跟防不及，所以被迫反手回击，但莱恩一等再往前抓到了这球并杀球攻击。本以为应该会拿下了，但小戴神速的防守将球回挡到了底线，而莱恩想要再追防早已来不及了。没想到这球竟然还被小戴守下来了，只能说小戴的反应太快了。再完整看一遍，